各位观众们，欢迎再次收看 Officer CK 今天的这个影片。今天是星期二，通常我是没有在星期二发布影片的。今天在这个星期二发布影片，原因是因为呢，朱浩仁出了一首歌，名叫《白娃娃》。他们不懂你有几百几百几百，在我心中你是几百几百几百，你是我爱的。然后这首歌呢，目前现在都蛮红的，但是什么事情突然间在 YouTube 界里面就下架了 ？OK， 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。目前呢，好像听说朱浩仁会给这个交代，但是我们不要讲这个东西先啦。我们先想，如果这首歌呢播放在洛森都这边的话，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所以待会我们播放的时候呢，在洛森都的市民会给到我们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不知道。来，我们一起去 find out。Thank you.